过程啊，开场的这个是什么样，大家自己说吧，免得老说我这个糟蹋美食啊。你说这东西不拿食物来去比较，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啊。质地呢，说硬不硬，说软不软啊。信息吸起来比较费劲，还好，哎，能带动一点。这东西用钩针根本也勾不住啊，一勾就稀里哗啦的。近期的这个口径呢，有点偏小啊。其实当时口径越粗，吸东西是越爽，可是这个进去以后啊，地儿太窄，就很多人受不了啊。这个还好吧，基本上就是个普通的叮咛啊。上回说到那个，前两天不是说手机坏了，今天定了啊。后来还是从大家提供的这个参考意见里啊，选了一款啊，某品牌的15啊，15，还挺快啊。今天上午定，这个下午就到了啊。正在导这个微信记录啊，因为微信里添加了大量的这个患者的微信啊，再把这个数据都得导出来，折腾了好长时间啊，搞得费劲，又觉得好像删掉以后，可能就老是觉得有时候跟别人联系不方便，有的病人联系的少，没有通话记录，我有的时候都反应不出来这人是谁啊。这个叮咛栓塞清理掉以后，鼓膜表面有一块肉芽啊。后来专门做了个 CT 啊，可以清晰的看见这个肉芽就在鼓膜面上，跟中耳没关系，比较少见啊。这样，刚才是一个成人的叮咛栓塞啊，现在是一个小朋友的，也是属于家长手欠啊，非要去掏，结果把这东西给捅到里头去了，他更难受。试一下啊，这种小朋友要是保持不动呢，他是耳朵疼啊。这个很多人有，这个家长有误区，一看孩子耳朵里堵东西，就认为这事儿跟耳朵疼有关，其实没半毛钱关系啊。这个叮咛的这种东西不会，一般不会导致耳痛，除非是有的时候孩子游泳啊，这个水涨了一下以后啊，他可能会有点挤牙的那种感觉。多数情况下，耳痛呢，小儿童特别是在感冒时间啊，哎，这也是有点中耳炎啊，鼓膜的颜色明显是红的。清理完叮咛，也就是说确认一下啊，治疗的话，像这种中耳炎没有穿孔是不使用第二剂的啊，第二剂对这种中耳炎毫无意义啊。好，最后一个呢是今天清理的一个外道胆脂瘤啊，这个操作呢视野不是特别理想，也非常窄啊，而且这个外道口门口毛发滋生啊，这很多朋友又琢磨着放火了，想一把火给它烧掉啊。这个外道的这个毛发呢，它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啊。我们尽量不去动它，因为操作其实对我的影响不太大啊，因为我完全可以无视，我眼里只有这个毛后边的东西，这个毛熟视无睹啊。这个病例呢，我们底下的大夫呢处理了一下，觉得比较棘手啊。空间很窄，而且明显的已经感觉到有可能是胆脂瘤，它外侧有一层这种角化层啊，这是外道胆脂瘤的典型特征之一啊，在外周呢有这种白色的角化层啊，中心呢外道胆脂瘤的中心是这种叮咛啊，它跟中耳胆脂瘤的成分还是有所不同的。微信可能得装了几个 G 的，导这么长时间，一晚上还没导完。
这是一老太太啊，还好这个心脏没什么问题啊。不知道已经被形态被破坏了。不知道的皮肤啊，骨骼啊，这个有轻微的一点点出血的痕迹啊，还好吧，比之前那几个手术的病例强多了。那几个去手术室的，那进去血呼滋啦的。这个缝隙将将够。将将够用啊！清理呢，那就是把中间这个芯儿啊，先尽量的套啊，最后去处理外周那个角化层啊。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外耳道比较宽啊，这个人的外耳道口有点窄，里头是撑开了，外头这口。单着瘤只影响这个外耳道的这个骨部啊，软骨部它一般不太会，偶尔皮肤软骨部的这个皮肤会有一些刺激啊。影响最大的是这个外耳道的骨部啊，骨部的话不仅皮肤，包括这个骨骼啊，都会被这东西挤压啊，有破坏。这个确实操作费点劲啊，在这个。叫什么？百毛丛中啊，没有百花啊。这个百毛丛中分辨好界限啊。紧着一点出血了啊。老觉得这个脑子出来了，其实就差不多这个效果啊。这个我中间啊删去了一部分，因为这个操作比较艰难啊，有一些细节不是特别那什么的，我就把它删了，留了一个一头一尾。好，大部分已经清理掉了啊，中间用信息再去操作。这个破坏的是外耳道的顶壁啊，骨性的这种顶壁。骨膜已经基本上快要露出来了，这层白的啊。这是单质瘤的那一层啊，囊壁啊，角化层。骨膜显露了出来。清理到这儿啊，大体的工作就结束了，剩下的呢是一些边边角角的这个打扫啊。外耳道胆脂瘤啊，
在鼓膜表面啊，还有这最后的一点残渣余孽啊，吸引器进去进一步的清理啊。哦，对，这个下周啊，下周四又要出去一趟啊，我们有个学术活动啊，所以下周四会听诊啊，提前跟大家打声招呼。视频嘛，到时候看吧，我争取提前弄好，争取提前弄好。好，这个相对来讲，这个人的腕到骨部破坏的还不是特别严重啊。只是顶壁的皮肤有一些肉芽样的反应。单子留的这层角化层啊。开场的那有一点出血的那个位置。好，这个是没任何麻醉啊，这就是在门诊就这么做着操作，还可以吧，配合的还不错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。